mi siente.亚威夷啊，你觉得郑源的唾手可得吗？很多老板是这样的，我很多老板超级有实力，真的。只有神能懂没？一切。回去吧，回去吧。玩游戏。就是开心，有的老板这上车就是为了开心，自己一个人是吧，又不经常玩，跟不上版本，对不对？对英雄也没有理解，但是他就想玩一下啊，自己单排不爽就想跟我一块玩一下，是不是？没有问题啊。海克斯万用宝匣开始组装，畏惧我，火焰，情感就是扩展。忍受。我以前真的是做销售的，我卖过房子。天使加强了，我舒服了，我舒服多了。邪恶滋生之处就是我的目的地，敬畏进化之火。你拉这个英雄刷野比我刷的还慢呢。真理指引我的剑刃。狼开的，把狼开的，E削弱了呀，E技能削弱了，对野怪伤害削弱了。嗯，敬畏进化之火，忍受。火焰进化了你，燃烧吧！火焰治愈了你，情感就是扩展。他的 F 四，邪恶滋生之处就是我的目的地。火焰治愈了你。咋强解？什么叫咋强解？强解你搜一下。在抖音上搜一下，它有很多好几套好几个步骤，我一句两句跟你说不清。下路抓不死的太猥琐了。只有神能评判一切。这边有，我也有破败了。火焰治愈了你，你必赎罪。真理指引我的剑刃。海克斯致谢登场。
元素亚龙登场，这功亏一篑。哎呀，皇子，打不了了，这是。应该走的，后面五个人都来了，怎么唯一没来？ Ally slain. Enemy double kill. Ally slain. 点个蚊香吧，冷静一下。只有神能平衡一切。我们打团肯定打不过的，他们武器多猛啊，前侧还给了 AOE。什么时候刷他就怎么刷。防御，你别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呀！毁坏的光明，国宝们，回去一趟，该休息一会儿了。Turret lost， 火焰治愈了你。一条水龙换他三毒野怪也能接受。感觉要来人，我就一直在跑，他哥的没跑掉。这里有人，皇子。发起攻击！火焰治愈了。这边打野也是会玩的。为人来东路，为人。为人来东路，为人。勇敢就是扩展。彪子看着我一点啊，他拿了缺口球，也还行吧，兄弟没有强。
Shut down. Shut down.皇子出冰心，皇子出冰心，皇子。为人一回也要补个蓝盾啊！指引我的剑刃，跪拜的光明。就是破绽，你将功亏一篑。小龙擦眼，小龙擦眼。元素亚龙登场，忍受，来拿增益。把小龙，上皇子，上皇子。打野跑哪去了？他们打野还没死呢。打野会玩。我得赶紧走，不被逮住了就丢下龙。你看，我就知道有东西。他们打大龙去了。维恩出了个蓝盾，维恩。往后站一点，一直离。辅助在干嘛？辅助。邪恶之终结是 enemy double kill enemy rampage。只有神能平判一切。对面有总指挥的。他也没大了。情感就是破绽。推中路，推中路，去推中路。火焰进化了你，真理指引我的剑刃。
焰治愈了你。情感就是破绽，敬畏进化之火，基地护盾石像也进化了。东武信，元素亚龙登场。通路线，通路线。集合进攻，纳什男爵，纳什男爵登场。武器赎罪。把龙骑过来，哇！来拿增益，赐我以神力，用烈火助。腰子也找个冰心，要不然扛不住。腰子，去带下路腰子。来拿增益，火焰治愈了。来东推，不然我回家抽个血银吧。只有神能平判一切。云骨龙也行。你的行径换我前来。上路，上路，家，回家。火焰治愈了你。我在龙回来，龙来中路。远古巨龙登场，情感破绽，泪眼。Double kill, ally slain. You're. 你们两个人没打过他一个。Enemy turret destroyed.我的目的地，招人吧。Enemy turret. 龙去哪了？火焰进化了你，真理指引我的剑刃。You're legendary. 招人吧。优秀了。对面这个打野啊，肯定是会玩的。这个尼拉很会玩的，我们 ADC 加上单两个人都没拦住他。觉得主播打不错的话，可以点个免费的关注支持一下主播，兄弟们，你们免费的关注对我来说啊，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啊，谢谢大家。有要上车躺赢的老板啊，或者需要主播打号的兄弟们啊，可以看右下角。现在车上还有位置啊，或者需要主播直接上号打，主播也可以直接上号打。这个尼拉会玩的小戴，我跟你们说啊，对面那个尼拉烈火铸就一个无上的世界，全军出击。真理猫跟露露都好，猫露露冰增卡玛都可以。别被蓝打，别被野怪打。羽翼黄黄，心气朗朗。回去吧，回去吧。你必赎罪。这
狗熊二级抓踪女巫，只有神能。他是他。海克斯万用宝匣开始组装，畏惧我。今天目前为止一把都没输过啊！忍受。万豪就是天使的玩具，知道吧？畏惧我。邪恶滋生之处，就是我的目的地。宗师段位啊，宗师段位，就是我的目的地。Ally slain。算吧，赢了没赢了啊，今天目前为止还没有输过呢。现在感觉天使更需要靠平 A 跟一技能和三技能打伤害了，大刀的伤害没之前好把控。羽翼黄黄，希冀朗朗。狗熊抓不死，去哪浪费时间？火焰治愈，又弱又能打，搞不好还要被狗熊双杀。去。你在塔下补兵呗，你王者不管。情感就是破绽。邪恶滋生之处，就是我的目的地。你必赎罪。海克斯自走炮台登场，元素亚龙登场，羽翼黄黄。我在路上，我在路上。我被官方评为什么惩戒之王，我的惩戒从来没有失误过一次，很霸我。卧套，你他哥的
请求集合。穿破灭杀。那我放哪？我不在。永恩第三魔杖，小鱼人的打不动他。认罪。用他技能好了。只有神能评判一切。进化之火。你觉得我的打野比峡谷第一都强？你这不是捧杀我吗？这不是。想要毁灭一个人啊，捧杀他。请求集合。请求集合。火焰净化了你。Turret lost。我在路上。敬畏净化之火。把峡谷做出来。火焰净化了你，邪恶滋生之处，记住我的目的地。不放异技能，我们还能救你。这是宗师局，这是宗师局。火焰净化了你，真理指引我的剑刃。火焰治愈了你，我的目的地。
就是破绽。没人卖你吗？火焰治愈的魔之黄德去中路辅助小炮黄德来拿生命真理指引我的剑刃火焰净化了你，可曾？只有神能评判。你们俩在那干嘛？喝多了，你们两个走了，露露走了，喝多了假酒吧，你们两个。希冀朗朗，他带我的。你必赎罪，火焰净化了你。忍受，情感就是破绽。快死我！来拿灯翼。Ally slain。喜欢那个蓝。真理指引我的剑刃，你将功亏一篑。来拿灯翼。只有神能评判一切。东吹东吹别走，你的情境换我全结束了啊！如果看得过瘾的话，觉得主播打得不错的话，可以点个免费的关注支持一下主播，兄弟们，你们免费的关注对我来说啊，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啊！谢谢大家。只要上车躺赢的老板啊，或者需要主播上号打的兄弟们啊，可以看右下角这个版本的天使超级强。
超级强。十二分钟刷大龙，我十二分钟之前我能十三级，这代表着什么？刷第一条大龙之前我就已经登神了，什么概念？刷大龙。